简姐，我刚才不是说那边还多一张床啊？可以吗？这样你们，这样你们又会上新闻。我们已经热做过一次，没关系，反正我们有经验了。哎。我觉得在蓝队压力好大。屁啦！不会啦，今天怎么回去？我没有回去，我是跟你换班的。他们说你过得太爽，叫我压力换吧。我发现我不管在哪裡旁边都有你，你摆脱不了我。太可怕了，不是太可怕了。哎，我们是热搜上的情侣，你忘记了？对。勋哥都有送我每一个人一个字，我看。你猜猜看。对，你猜猜看。贤姐，你可以猜哪个字是给谁？好。对。心，我会觉得比较反向，像譬如说你就是要狠，哇，等一下，是情是他吗？哇，神算，他呢是他希望他可以更多的，不管是情感啊，对情绪啊什么的，他其实如果补足了情感这一块。他就100分了。哇，很厉害！我什么很厉害？我是非常厉害，新同学。换队，换队！哎，好，哎，怎么这样？家人，我也要换，我也要换。对，哎，贤姐，你刚刚就是看过我们房间啊？你觉得房谁的房间最乱？你蛮乱的。真的，你一进到他房间，你就知道他是运动员，衣服晒，因为我们随时球衣马上就要穿，所以一定要晒。而且不太能烘，怕它变形干嘛的，所以要晒。所以一走进，你看它就挂一大堆，就是很标准的运动员。那其他人有洗衣服，可是我比较没有看到那种挂，所以他的很明显。拿来，我当教练，我有8个眼睛。蟑螂拿来。哎，哇！拜托，什么天？好大，不行哎！哎，我们想说下前解一下，真的是输得心服口服。前解，你剩下3天要不要留着？我刚才就说，制作单就说他过得太爽，反正是叫我来换他的啊。换一下好啊。对啊。反正又不能唱，又不能脆拳，又不能唱。贤姐，我刚才不是说那边还多一张床啊？可以吗？像你们这样，你们又会上新闻。我们已经热做过一次，没关系，反正我们有经验了。